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爷，我今天要来继续玩战蓝的账号给你们看。他抽到忍中了，有忍中跟小超了。不过战蓝本人说他好像好久很久没玩了，都给别人玩。他说他有点懒，要玩两个伺服器实在太累人了。好，那我的喉咙还是有点怪怪的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看下去。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件事，就是今天我去打篮球的时候，我跟国小，有国小的来问我可以一起玩吗？有韩国人欸，还有爱尔兰人欸，哦，好酷哦，单排欸。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忍中，他这个是25号圣诞节打的，神乐连80等咯，他快要可以打准白了。他现在是超忍二星，只要带超忍再多一星到超忍三星就行了。还是狂忍啊，差不多，反正差一星，再努力几天就可以拼排行榜了。然后结果我就小朋友跟我打篮球，然后就后来我忍不住很好奇的问他们，请问你们知道我是瑞爷吗？他们说那谁啊，我不知道，很尴尬哦。还有人问我你是阿神吗？按个头啊，他们只看过阿神跟什么佑哥了，然后都在玩绝地求生跟传说对决，傻眼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看这个，他这个竟然带了水系精通，然后用水系精通加攻击力，对面直接买了一个愤怒。然后这场是这个龙咬一个人的头，代表这个应该是绝境吧，队友死了或是对面死了，王的伤害变高，苦无直接先打一个148890，然后吃标都有水系伤害的标，因为他有带水标 S 号，然后开大绝，哇，直接被封。 对面很猛欸，对面真的很厉害欸。然后这边韩国人也是一个输出中，他 躲开了这个封印，他刚好没有封到他，然后他的伤害就一个起飞，然后这边吃很多水标，哦，出土了，哇，这个赛季的王的血跟我们那时候一样很少，这个第一个赛季的王的血超少的，你氪金氪的多就是一个人可以当大准，感觉他们其他两个人就是直接自杀也行，就是直接下去也行，没问题，你氪的多就可以跟以前一样直接一个人扛他们。哦，好，这往上冲，这个跟以前一样也是直接过这个狼牙棒，然后吃这个浅钱，然后开滑，再吃一个浅钱，哦，还原来还有下去吃这个浅钱 ，OK， 然后往下飞，咚咚咚，这个颜之窟是很标准的颜之窟的样子，跟我们那时候一毛一样，跳滑漏两个鱼币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感觉没什么可以买的。然后他们现在还没有被动卡牌，然后明天我应该会 PO 这个加热家族战，有点惨啊，我只能说加热家族战有点惨，我都不太敢 PO 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一下，然后再切钱，对面怎么死两个了？哇，这些玩家不会玩欸，现在这个人已经不是这个人啊，战蓝的号已经八星，他还在八星，已经变14名了，但还是会遇到一些不会玩的，还是他们直接放弃啊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场吧，看看可不可以看到颜之窟以外的，一直看颜之窟，每一场都颜之窟。这边韩国人是第一名欸，不过因为他被封印封到，没办法。日本这个三千院不是日本，然后这个这个感觉好像也不是，感觉这些人都不是欸 ，OK， 但他们没跑好，哎，好难过，想不到我在国小生眼里竟然不认识我，他们韩国还要跟他三排欸，又排到一样的人了，死穴 ，OK， 这场不是颜之窟了，开滑，然后是这个死穴不能回血，好，那时候一开始玩，大家还在那边做什么龙血，不是那个那叫啥鬼啊，吃到白宝瓶的好赞哦，那个叫什么？会回血那啥挖沟啊，算了，我忘记了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子，呵呵，抱歉。然后他就非常丘丢的一指移速啊，这些人完全都追不到，不行啊，我好想想起来哦，会回血的，然后大家觉得不吃浑水啊，那时候大家还有人说要做不吃浑水玩这个绝境，挺牛批的。OK， 他这边捡到百宝瓶蛮晒的，然后他都只带这个一模一样的套路了，封印攻击转化跟水系精通，还有这个群体冰晶。他们第一季竟然就有群体兵机，然后把血补满了。OK， 然后对面已经有人快挂了，回复了。好，开大绝，他的忍中不够大颗，没办法开局就大，没有办法卡那个双倍。然后水镖开始，东西开切，绝命飞矛哦，所以他这个应该是要等到第二回合。然后有人丢了绝命飞矛，这个韩国人零输出不知道怎么回事哦，吼了一下。还是这个是日本人啦，对不起，日本人现在是三国联军欸，香港人跟日本人，然后还有这个韩国人，不过这个现在玩战蓝号的好像是哈士奇，是一个台湾人。OK， 那这边顺利的一王出图了，头断掉了，
要接下来打鬼头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位玩家的操作，火系精通，风系精通，有够衰，知道这个东西超没用。OK， 这边绳索，这个上一场好像也看过了呢。好啦，这个国际服这边暂时应该之后就没什么好看的，这个地图我们都看完了。等那个他要拼榜的时候，我来帮他打打看好了，我看看可不可以拿这个67的烂苦，然后把他拼个头像，或者是搞不好我还没拼到就有人把他拼走了。OK， 然后这边开飞，跑得不错哦，会不会调动呢？没进到，哇，没调动哎，惊人！我还以为要调动了，往上跑，往上跑，治愈币，治愈币。OK， 把这边非常的顺利。然后这个蝙蝠啊，这是乌鸦，这个乌鸦没有难度。队友死了一个怎么会在这边死掉啊？对面也没丢卡牌啊，是因为不能回血吗？然后现在第二只角色也没用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大佬肯定可以一扛二。然后他买了水系精通跟攻击转化，没有买封印咋回事啊兄弟？怎么不买封印呢？不买封印是什么意思 ？OK， 不想赢了是不是？然后队友买替卷，哇， 1.65 万，有够低的，啥意思？卡了一个苦，然后一个大绝，然后按一个肉叉。全部都疯狂输出，然后还收到一个最烂的卡牌，这个炫雷一文字超没用，这个队友给了一个超烂的，给个其他都好啊，苦无之类的都好。OK， 那这边这个雪球，这边伤害是赢啊，没问题，很稳。对面还也是攻击转化这个版本攻击转化这么强吗？大家都在攻击转化啥意思？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火系精通，火系精通对他有用他是肉叉王硬吃，难道献祭了吗？哇，三个灯亮亮的，苦炸一下 ，OK。对面伤害急起直追，现在这个献祭好像也没有啥用。钻下来了，没死掉，因为这个第二棒也没有冷中，出来好像也是来乱的，然后也没装备，根本没练的样子，没有那么多忍臂可以练。哇，对面急起直追，开个大绝，哇，对面直接超越了，哇，这王的血真的很少。OK， 那这一场竟然是失败了。难过啊，输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是无名QN 美国，这个一定不是美国人，韩国真的有韩国人好酷这国际服。这应该是单排啦，也有可能这个韩国人不是刚才那场那个韩国人，这个韩国人看起来比较菜很酷可以一直跟韩国人打，但他们应该觉得我们很厉害我们叫这个湛蓝，每一场都跑一束，甩他们的远远的好几十条街。哇，饭团30个，勾玉还有5000个没花我还以为不对啊，他们这个怎么那么这勾玉这么多啊，他们的那个礼包为什么里面是100勾啊？我记得台服的每天只有20-30啊，好少都没课好啦，差不多就这样子了，等他练到可以打这个故事模式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打一下第七章吧，他现在还没解锁要超人三星OK，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，希望可以遇到会认识我的小孩，好难过，竟然跟我打球的小孩不认识我。